OK， 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Patrick。 那今天呢，要来拍这个回台湾玩的预告片啦。那现在呢，已经是5月19号了，各位，已经5月19了，下一个礼拜日就要回去了。这一天应该就差不多靠近中午吧，11点或是12点就要出发，然后到饭店那边。就是不是到饭店那边，就是到休斯顿那边先买个菜啊，然后怎样的，然后等那个3点的时候 check in。那看一下哦，嘿，我上一个那个回台湾预告片也是5月19拍的，笑死欸，超晒的，我完全没想到我这是同一天拍的，笑死。OK， 各位，那哇，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还有7天呢、啊。不过我们学校直到这边23号半天，所以21、22、23哦。那我最重要的是21、22、23这三天了。那星期就是那个高年级他们要考试，所以不干我事。哎 ，OK， 各位，那这就是今天以上的回台湾玩的预告片啦、啊、2024的 ，OK， 那就是这样，就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